跟着九零蔡依林一起 party low， 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不仅加场再加场，门票也秒杀。演唱会就像与歌迷同欢的奇幻派对。小小兵跟蔡大仙子来一起上台。哇，小小兵你真的好可爱。我们这个卡通马上新款，唱着很哀伤的假面告白。演唱会有新歌，有经典，整场歌迷开心到跟着打合唱。主铁粉还扮成讲座，要颁给九零敲蔡依林可乐的。哎呦，我的讲座跌倒了。你签收一下好不好？签收。哎，你都安排好了，是对，是不是？好啦。这是什么？我是奖杯哦。这个金曲奖。是所有歌迷都要给你的，你不只是最佳女歌手，是超级最佳女歌手。谢谢你，我会一起唱。